邪不压正，谁都知道反派会失败，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为了下一次的失败有多努力。心碎剑豪被迷你勇打败后，时刻想着反败为胜，经过冥思苦想，终于修炼出冷漠剑。冷漠剑威力无穷，一旦被刺中就会失去对别人的关心，其他人就会因为别人的冷漠而陷入烦恼中。心碎剑豪可以射出无数冷漠剑，组成冷漠风暴，席卷整个城市。除了迷你勇因为热血满满幸免于难外，其他人全部中招了。女娲博士和强哥变得冷漠无情，一点都不在乎烦恼星人的事儿，连迷你萌的快乐能量都被凝固了，无法传递给迷你勇。切断了队友给迷你勇支援，心碎剑豪就能如愿打败他吗？快呼叫超迷你战士，打败你的烦恼。